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我是 Raymond。 爱恨情仇，悲欢离合，情绪不单止影响身心，还会影响人生。 Quantum Touch 量子共振，透过简单的呼吸和专注技巧，让你觉知当下，回复健康身心，开创美好人生。3月19日中文大学见。